人家都连个50米都没有。吐了吧？哦，没事，歇一会，太快了，还100多公里啊！又可以睡了，才到那个茶卡啊。那应该天气不一样了吧？我就估计差不多，感觉差不多。下雨就行了。按今天的情况，那边应该也是一塌糊涂吧。这一路本来可能都特别好看，但是就是天气不好。如果有那个阳光，然后就一点都没停啊，你停一下也好。草上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有两个砂锅，两个砂锅，一个肉，再加青菜。就是炒青菜，炒青菜啊，可以。是什么食？有油麦菜。那就要油麦菜了，油麦菜。喝点肉汁，喝点肉水。你要上传到哪里 B 站去吗？是吗？他这个上传那个视频啊，放那个 B 站啊。这是个炉子，特别暖。特别好吃，因为我们也是吃那个烧烤的，我们还以为是他只放那种盐啊，还有辣椒粉，都没有吃，都不好吃。吃不惯这个米，真的。就是会比较干爽，就是一颗颗长期，一颗一颗的，对，很好吃。烤饼，这饼好好吃，可以让他再烤两个。要不你们到茶卡盐湖进去的时候买，它有两个景区，你们买天空之镜的门票，别买天空一号，要买天空之镜。我去。太夸张了，我们不是来旅游了，我们是来历劫了。天气又变差了，我操，绝了。小猪都骗人的。就说真的，其实这边真的还挺漂亮的，虽然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但是也就是别有风味了，就是过程太艰难了一点，雨伞都给我吹崩了。啊，那边应该就是众多网图的取景地了，就那一个地儿能下去了，有很多情侣来这边拍婚纱照。算了，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挺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代价太大了。我们看完这个还要逛吗？回去吧，我也想走，我甚至不想下去。我看看他们走就好了，我天。别笑着说，你这个表情，我感觉你在骗我。
不来后悔，来了更后悔。没关系，才第一天呢，没准第二天越来越糟。大家都好惨啊！你们的伞还好着，我的伞都吹烂了。我就说你伞了，我以为是你没带。我感觉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我还是军训的。哇，这个，这要是摔一跤就好笑了。看那边天气好像就是慢慢好起来了。妈，我们要走了，天气好起来了。天亮之后真的是有那味儿了，都可以看得到倒影。天气不好都这么漂亮，天气好那还得了啊！虽然过程差点意思，但是结局，还是很棒。我们要回去了，这边整一个大放晴的动作，绝了！看这是啥呀，我操！这太阳也太大了。这就叫做离谱啊！我们在外玩，下了一天的雨，现在我们要回去了。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依然是如此的荒凉。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，我是永远向着远方，心